全球爱好原始点的家人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是2023年3月26号，张医师线上课程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实作教学，然后老师继续讲原始点手法二。我们今天的实作教学要播放一段纽泽西团队手法的讲解，老师做讲评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播放这一段。实作教学，按推手法点评，新泽西团队。它前头摆动的幅度不够大，这里唯一的缺失。再来，那个脚一定要站直，站直之后稍微弯腰下去。现在我们来看它按枕骨，它前脚没有弯曲，它等于身体是用弯的，弯没有把工具带下去。像这种姿势一看就知道，它只能按推到表层。好，他现在在按推上背部，也同样犯了这样的一个问题。不过手的工具上倒是还可以。这个是肩部原始点，他另外一手在摇晃是不必要的，按推是手肘在动。这一个他身体没有挺直，身体还有一点弯，不懂得用身体靠过去按推。好，在揉上背部，大家看到他的脚
胀得比较开，又没有微蹲，也是身体姿势没办法沉下去，这有一点可惜。脚站得尽量跟肩同宽，甚至比肩宽一点点是被允许。现在他在揉臀部也是犯了这个问题，站得太前面，整个弓箭步第一脚一定要蹲下去，蹲下去之后身体往前往屁股这一侧靠，整个姿势就会很漂亮，身体就能够很自然的沉下去。总结，他所有的站姿都出在脚，弓箭步都没有做出来，这是第一点。在揉脊椎两侧的时候站得太开，也因为这样脚没有办法微蹲，身体也是没有办法沉下来。所有从枕骨以下到臀部几乎都是用手的力量比较多。如果遇到患者的压痛点是在深层，就很难达到解症了。这也就是很多志工明明是属他处体相，揉了老半天就是不能解症，很可能犯在姿势的问题。好，请看下一个。志工在按推枕骨下沿，也是一样，前脚还蹲得不够低，
也是没办法按到深层，跟前面志工犯的问题是雷同的。他们在岸堆都没有注意到脚的姿势，整个身体沉下来的姿势，这样按都是在按在表层，脚有微微张开是对的，如果张开不要太大会更好一点。这个有一点微蹲还不错，他这个问题也是膝盖蹲得不够低，不能沉下去。这个舒缓还算不错，他舒缓用单手的是对的。好，
尤其用食指弓箭这样顶进去的时候，脚要站直，甚至并拢就好，也不要与肩同宽。大家注意一下，这个脚都站得太宽了，脚要站直，绝对不能有弯曲。我们来看看他枕骨下沿的安慰，这个膝盖蹲的就比较低一点，有这个味道出来。要注意，你看他那个上臂跟下臂超过90度，他应该身体还要往前一点，才能变成90度。这是他手腕手的工具要调整。这一位志工上背部按得太下面，不能这样一直按下去，这个要注意。上背部按前三点就可以了。那现在他在按的是肩部延迟点。这看得出来还是有一点用手的蛮力。这个身体上半身要挺直，要靠过去，他没有顶，直接就按下去，这样按不到深层。他上背部都有一点弯，再按肩部延迟点就不能按下去。这位志工也是一样，脚站得太开了，即使要宽一点也不能超过太多，就是以肩同宽为标准。这个脚就不错，他有蹲下去，下面的脚他应该要往臀部靠，他唯一缺点就是他没有往臀部靠，最后下面的脚才会弯曲。这一个志工臀部按得比较好，很可惜他身体没有靠到臀部这一边来，这样的力量就不能做得很圆满。这位志工在涂姜粉泥看起来还不错，然后手法也蛮轻柔的，患者如果感觉也蛮舒服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涂姜粉泥背部这个非常重要，尤其重病患者，他的热源常常来自于内热源跟外热源，一般这样涂完再用红豆袋，热更能渗透进去。好，我们今天的实作教学就播到这里，谢谢老师的讲评。我们接下来继续讲原始点手法二。手法应用，头部及孔腔内之症状，应按推头部两侧之原始痛点，若无法立即改善，才能按推患处痛点，以及在原始点涵盖范围的头及脸部找出压痛点按推。二，颈及躯干部位之症状，应按推枕骨下沿及颈椎两侧之原始痛点，若无法立即改善，才能按推患处痛点，以及在原始点涵盖范围的脖子及身体前后找出压痛点按推。三，四肢症状，比如膝盖肿痛，应按推同侧臀部原始痛点，若无法立即改善，才能按推患处痛点，以及在原始点涵盖范围的膝盖周围找出压痛点按推。
四，有极少数患者在疾病相对应原始点位置的深浅找不到压痛点，可进一步在原始点位置的上下左右寻找。我们来看手法应用，对于症状解症，按推一定是要找相对应的原始痛点，不能一开始就在患处找，一定要找大开关。头部的大开关当然就是头部原始痛点了，耳后还有枕骨下缘，就是我们要按的地方。按推完，如果症状没有立即改善，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思考，是不是在患处可以找到压痛点。头部原始痛点不能解症，那头部再往哪里找呢？就是看他的症状，比如他脸部，我们就在脸的周围找找看。一般如果患者只是一个痛，头部原始点大部分都可以解决。如果按推没有效，很多是手法不到位，而非患处真的有压痛点，这个我必须要特别强调。大开关都不容易解决，是不是小开关能解决？只有极少部分吧，反而是按推没有效的做，比如说异常形态、硬结、肿块、肿瘤这一类，才比较能够说服我去在患处找压痛点。这也提供给大家参考。至于症的不适感，我会考虑以加强热源，在患处这个都可以。你们常常因为手法不到位，患处乱找一通，反而失去了这个意义了。这一点先声明。好，头部的我就介绍到这里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紧急躯干部位，子宫、颈来、腹部都硬的。按推脊椎虽有改善，还是硬，还帮他腹部涂姜粉泥，还有找压痛点，哎，这样效果也不错，因为他也有肿瘤的问题嘛，压了我说都会留一些很臭的组织液。另外，有一些肠胃病，你按推如果他柱体腔不能解症，第一个你一定要了解这个属患处。患处同样，你也可以在腹部找压痛点，还要配合涂姜粉。如果这样还没有效，内热源姜汤灌肠为主要。为什么不用姜粉泥或姜粉灌肠，而是以姜汤？我认为，如果腹部胀痛，第一个考虑的，你按推还有外热源都无效，而且已经涂姜粉泥了，还没有效。你不得不考虑到底什么积在里面，在不明的情况下，我认为最好先用姜汤灌肠，温暖肠胃，它自己会去调理。如果真的有宿便也好，或有什么积什么，它清一清，有时候胀痛就缓解很多。有一个案例，吃东西都会胀痛，然后胀痛按了虽然有效，吃一点点东西它又不舒服，人又脸色苍白，体力很差。这时候你一定要补充热源，热源他吃不多，走路走几步路就很累，大部分时间都躺在床上。像这样的患者，按推虽然有一点效，也涂姜粉泥，好像都有一点效，这个症状就好像一直解决不了。我的建议就是叫他姜汤灌肠。灌了几天之后，他终于把以前的宿便排除出来，排除出来他就很舒服了，那体力也渐渐恢复。像这种患处体相，要看部位，如果是长在外面硬结、肿块、肿瘤，那你很显然就在周围找压痛点。这个时候特别强调，如果是疼痛、胀痛，比如腹部的胀痛，你大开关解决不了。你即便在患处找压痛点有效，但我认为很难解症。即便涂姜粉泥，有一些也会这样。这时候你一定要想到，
患处体香的姜汤灌肠的内热饮才是最最有效，也提供给大家。好，四肢就比较没有特别的危险性，还是一样。如果四肢有硬结、肿块、肿瘤，患处找压痛点，不能去挤压患处。有一些四肢的肿瘤，最后如果长得很大，你摸它，它那个皮都光滑的，绷得很紧，甚至你摸肿瘤的地方会很热，好像发烫这样，那你就知道这个肿瘤快爆掉了，只能在肿瘤的周围找压痛点，不要直接在它整个很痛、已经胀痛的地方去挤压它，把它当作压痛点，这个压患者会受不了的痛，这个是避免。如果它即将爆掉而未爆掉，你也是在周围，不要去挤压它，是在四肢就比较好处理，配合运动，让它循环变好，很多里面的血块甚至都可以排除出来，就能达到我们解决肿瘤的问题。至于痛，大部分都还是强调大开关啦。如果按推还是没有效，小开关就用温敷，也不一定是在患处周围找压痛点，有时候热源进去就能解决了。第四点，痛多属他处体香。有些人你在相对应原始痛点却找不到压痛点，那为什么？第一个，可能你手法有问题；第二个，按不到位，就是我说的，他可能压痛点是在深层或是旁边一点，都要找找看。比如说肘部原始点一根食指，而我也看过一根食指找不到，再往上找一根食指，再上去一点点就找到了。尤其下背部也常常有这个问题，比如腰痛，一个巴掌大，结果这样揉还找不到痛点，再往上背部找，哎，竟然找到，这样临床上都有，它的位置可能在我们说的范围上面一点点，或左右稍微找一下，应该都可以找得出来。好，第四点我就补充到这里。手法应遵循三项原则：一、安全原则，即按推需由轻而重，以患者能承受为宜；二、有效原则，即位置精准，见效即止；三、经济原则，即施作者以最省力的方式让患者承受最小的痛苦，而达到解症的效果。就这个三项原则，第一点，由轻而重。由轻而重，很多人会误以为啊，力量轻一点叫做轻，然后力量大一点就是重，不是这样的概念。你要用你的身体姿势来带，工具放下去就有顶下去的感觉，虽然你不用力，患者也有感觉，哎，好像有一个东西已经掉到他身上，是掉下来那种感觉。如果要深层一点，再配合身体的姿势往下沉或是往前一点，整个工具就可以带进去了。这些调整都蛮重要。重不是因为你手用很大力，而是你调整你身体的姿势，把工具带下去，这个叫做重。由轻而重，其实手的力量都没有变化，手一直是手，他手都是轻松柔软的。所谓的重，就是调整身体的姿势，让工具从表层进入到深层的意识，这一点特别强调。由轻而重是调整姿势，不是调整你工具的力道。有效就是改善了就好了，不要说你按推了，他处体香已经改善了五六成了，患者说哎，已经有改善，还没有全部好，你就急着说我再帮你多按几次。如果你多按几次，很可能把对方按到淤青甚至红肿都有可能。我建议各位是按推完，只要达到见效了五六成了，就可以温敷了，
不要说一定要一次把对方按好，按完还要告诉他们按的地方稍有一点点痛。如果你没有交代，他回去被按的位置又很痛的话，他就不敢来见。一定还要交代，回去会痛，只要温敷，他那个痛很快就可以解除。如果你们手法还不行，按推完还要做舒缓的动作，这样对患者回去才不会产生抗拒。好，第三项经济原则，我们施作者，你最舒服的姿势，最省力的方式，反而患者他也会感觉舒服。这个在临床上都是这样，你用蛮力，患者感觉痛的时候，他受不了的时候，他筋就绷紧，你越不能解症。越省力，懂得身体去调试，反而更容易达到解症的效果。好，这是这三项我在临床上的体悟，也跟大家分享。二，原始点位置及其涵盖范围示意图。这一张表对初学者会帮助很大，它大开关在哪里都有标示，最重要当然就是一条脊椎啦。七处就是指头部一处，四肢尤其手有三处，肩部原始点、肘部原始点，还有手背部原始点。至于下肢腿的部分也有三处，第一个臀部原始点，第二个脚踝踝部原始点，第三个足背部原始点。好，那我们来看里面内容。三，各部位原始点。一，头颈部原始点。头部原始点位置如图中红线所示，分耳后原始点及枕骨下沿原始点两部分，前者为主，后者为辅。耳后原始点在耳垂后方下颚骨及乳突骨间的骨缝，约半根食指长，以贴近耳背为起点。枕骨下沿原始点起于乳突骨与枕骨下沿相接的凹陷处，由此紧贴枕骨下沿，延伸至同侧大脖筋上为止。涵盖范围，头的全部，以及四肢抽搐或偏瘫，如图中橘色区域所示。头部原始点，枕骨。这里有说的，它涵盖的范围是整个头部，还有一点四肢。如果四肢它不是局部的痛，是整只手或整只腿，这个很可能都是头部引起。比如说癫痫四肢抽搐，就是头部原始点；或是中风、半身瘫痪，也是跟四肢有关，头部原始点。除了头部以外，大家别忽略了，跟四肢是有关系的。我还是要提醒，头部原始点是以耳后最最重要，比枕骨还要重要。这一点，我这里说以耳后为主，枕骨为辅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耳后的效果可能有七分，枕骨下沿有三分。你要解决头的症状，一定要以耳后为主。耳后我们说的要两骨之间贴近耳背为第一点，整个由这样下来约半根食指长。有时候说三点四点，其实都是为了让你们了解，从第一点延伸下来约半根食指长左右，那你都要走。好，这个就是头部原始点。由于头部原始点涵盖范围蛮大，很多重大疾病跟头部也有关。比如我们常见的脑中风，
还有老人痴呆，这个也是现在医学束手无策的疾病。如果以原始点治胃病的方面，头部原始点就可以充分把握住了。如果你担心将来你会有老人痴呆的疑虑，那你最好就是找志工帮你头部常常按推检查看看，如果检查出来没有压痛点，那就 OK， 如果有压痛点，那你就要常常按推了。我们看下一个，拇指需按住食指。好，我们来看图表。我发现很多人拿工具就拿错了，这里图刚好显示出来，食指法的工具它是握拳，拇指是按在第二指节，有些人都按到太下面了。还有一点会容易犯错的是，本来这个是虚拳，没有握得很紧，结果很多人为了按，把它用力一握，好像要跟人家打架，这样很硬邦邦的，你顶人家的耳后一顶进去，患者就很不舒服了，就会跟你对抗。这里图表虽然是坐姿，但也可以加以说明。大家在看左侧的那个图，大家有没有注意？我那个手是平的，上臂跟下臂在手肘的部分是看起来像90度。如果你大于90度，你就要注意，你身体要往前倾一点，就会有力量直接到枕骨下缘来。另外要说明的，很多临床上会遇见有人喉中有痰啊，或吞咽困难啊，这些症状也是蛮常见。第一个我会考虑的都是枕骨下缘引起的。我们现在很多人打电脑啊，玩手机游戏啊，他整个头都盯着看，盯久了常常肩膀都会酸痛。其实肩膀的酸痛都跟枕骨下缘有关，只要把枕骨下缘按推开来，一般肩膀就会松掉。这些都是临床上常见的一些问题。我们来看下一个图，红豆带。这里温敷当然是全身性的啦，好，之前红豆带如果头部，当然以前用红豆带就可以。现在在处理重病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补姜粉，这个也是我们后来很多的改变。红豆带在早期也算是发挥了很大的效果，它的制作就是全身性的，从这个表都可以看得很清楚。它的好处很天然，微波一下就可以温敷，可以重复使用，算是蛮方便。好，这一个我就补充到这里。颈部原始点位置，如图中红线所示，分水平、垂直两段。水平段即头部原始点中的枕骨下沿原始点，垂直段则位于颈椎两侧，起于枕骨下沿发际内的大脖筋，顺筋下行止于颈肩结合处，涵盖范围颈部、肩膀至锁骨，如图中黄色区域所示。颈部原始点、喉咙、锁骨、枕骨、颈部、肩膀、肩颈结合处、肩峰。颈部的按推方法，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看视频，尤其我在按推颈部，不管站姿或坐姿，我的手法是有变化的，大家再看影片就好，我就补充到这里。二，背部原始点。上背部原始点位置，如图中红线所示，平行位于脊椎两侧，左右对称，用指尖轻触脊椎以确定骨头位置，再从骨头旁开一指宽即是，
起于肩颈结合处，下行至背部中间处而止，涵盖范围上躯干，处锁骨、肩峰、肩膀、肩前、腋下、侧胸以外及小腿肚，如图中淡紫色区域所示。上背部原始点，肩峰、肩前、侧胸、腋下、胸部、肩颈结合处、肩峰、肩后、上背、小腿肚。下背部原始点位置，如图中红线所示，接上背部的点位，同宽度向下延伸至胯骨上沿而止，此处实为与上背部原始点相连的一条，仅为操作方便而分上下。涵盖范围：下躯干至荐椎原始点最高点，如图中淡紫色区域所示；下背部原始点、胁肋、小腹、下背、腰、荐椎原始点最高点、荐椎、骶骨、上臀。上下背部就是一条脊椎啦。上下背部管理的，大家从字面上读起来就很繁复，事实上讲就是我们整个身体这个躯干就是属于脊椎所管，前面的找后面，比如你胸闷胸痛就在上背部找，如果腹痛或胃痛，你胃对过来就位置在下背部的上面，小腹痛就是在下背部的往上找一点就可以找得到。同样脊椎两侧不只管身体前面，也管后面，后面当然整个上下背部都可以管理得到，甚至连脊椎痛它都可以管得到。脊椎你就是下面痛往上找，就可以找到脊椎两侧的压痛点，就能解症。尤其上背部有些比较严重没有立即处理，很可能就会因此挂掉，比如有呼吸困难啊、胸闷胸痛啊、常常心悸啊这一类的，你就要注意你的上背部已经有体伤了，平常就要去懂得按推。我们现在在急救上特别强调的最最重要的就是上背部，没有其他，它比头部还要快。如果你上背部没有立刻处理，有时候晚一点就来不及了。你平常如果要当保养，上背部一定要做，就是先按按看有没有压痛点，有最好把它按推开来。平常也可以做一些仰卧起坐啦、浮力挺身啦，这些都对上背部还是有帮助的，有一些拉筋也有帮助。下背部当然跟肠胃啦、腹痛啦也有关，重不重要？很显然太重要，整个上下背部这一条脊椎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反复练习。左边的那个图，上背部的三点，掌心是向上的，大家注意一下，手也是平的。影片我们可以参考，上背部下来，这时候手的工具掌心是向下的，这个也请大家注意一下，一个是掌心向上，一个掌心向下，包括到下背部也是掌心向下的。这一条脊椎如果要学好，一定要看影片，工具拿好，我相信假以时日应该可以按到很好。脊椎两侧我就介绍到这里，我们的时间也到了，今天按推手法的介绍就介绍到这里，谢谢各位，下个礼拜见。
好，谢谢张医师。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，谢谢张医师，谢谢大好，家。谢谢，谢谢各位。